悠悠，我是 Vivi， 我们两个终于见面了。对啊，想好久要见面。他也是有自己的频道，然后他拍的都是那个日本旅游，对，旅游比较疗愈系旅游的。这次连假他来北海道找我，所以我们就我又来当地陪了。对，虽然他来过了，但是又是想太，我们又要看一堆想太。对啊，好，我们现在经过了。一番折腾，就刚刚在园区里面绕超久，好不容易到的。不过这次你可以看到大佛，对，终于可以有。刚好现在是薰衣草季，薰衣草已经有谢一些了，但还是看得出一点点色。配合薰衣草季，现在连这个贩卖机都是紫色的。从这边进去就是可以看大佛的地方了。上次跟婆婆来的时候没有开，已经超过四点了，所以我们今天提早来。而且今天天气超好的，天空都没有看到什么云。要进去门口之前，它这边有一个可以让人家洗手的，用这个勺子，所以感觉就很冰凉。这片水超美的，它这样飘，纹路很漂亮，而且因为是看大佛的地方啊，里面其实是蛮安静、蛮庄严的。嗯，终于进来看大佛了。对。上次没有，现在只有看到他的盘腿姿势。他这里有提供可以写会码的，一次是800日币，也可以抽签，抽签是200。这个奥米库吉，现在看完大佛出来了，觉得怎么样？觉得身心被净化了，觉得有那个大佛会眷顾的感觉，对，就好好坐在那边沉浸了一下。真的，那他那边就是怎么讲，可以让心情很平静。真的，还不错的地方，推荐给大家。对啊，一定要来，我觉得是个必来景点。对啊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干嘛？我们现在实在太渴了，先喝个水休息一下。然后要走去这个，薰衣草的上面，可以照到薰衣草跟大佛的头。对，薰衣草配1/3大佛的头。因为时间到了，我们不能走太过去，所以今天大佛的行程就到这边。还有剩一些薰衣草，这个薰衣草是可以摘的，我刚刚看蛮多人有摘。他们园区的工作人员全部制服也都改成紫色的，对啊，好有一致性哦。然后因为我们今天拍很多照啊，
然后我穿这件洋装，突然觉得自己超像小熊维尼的，因为是黄色的。然后那个 Vivi 就说，还好我的背心不是红色的，不然就干脆再拿一罐蜂蜜算了。真的，今天的大佛行程大概就先到这边了。对， Vivi 那边也有拍影片，记得去看哦。他的那个频道我会贴在说明栏那边，记得订阅追踪小铃铛，小铃铛别忘了，还有按赞加留言。Vivi 那边超多很漂亮日本景色的影片，可以记得去看哦。那下一次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